第五部分的分解教学，好了，我们到了这个舞蹈最难的部分了，就是它的快板部分。然后呢，其实难点不是在于动作很难完成，而是在于一定要勤加练习，因为它动作非常的碎，非常的快。只要你的数量，到达了一定的这个，到达了一定的数量，你才能决定到你的质量。所以说，我们先把它学会，然后再把它学熟，最后我们再把它学精，好吧？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，把它学会。好，到一个上一个八拍结束的动作，展胸，好，八大的时候收回，右脚并回来，对，八大，好，八大收回来，然后右手变点尖，右手，对啊，八，其实本来就在肩这儿。大点尖，好，然后就做我们之前其实做过这个动作，大大。但是啊，我们这个跳动啊，这个跳动的时候，这个手要连续做一啊二啊三啊四啊。然后我的这个，你看你的右手身体都没错，可是左手呢，动大动大动。对，当我在后靠的时候，我的左手要有个甩袖，甩袖，但不要大啊，甩袖，大甩袖。大甩袖，好，我们将手来一次，走，哒哒一，哒二，哒三，哒四，好的，注意啊，手不要往下，往上，对，然后我们说脚五六七八大，好，就是跳动大动大啊，脚有几下，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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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好，配合着你的身体，不用蹦高，但是每一下不要少啊，不是光有一下出回来，好，是有两下动大。动大动大动大，对啊，好，来一次，一共做四次，五六七八，收，一哒二哒三哒四哒，好，第四次的时候，把我的左脚撤到后面，再一次啊，五六七八，收哒一哒二哒三哒四收。记得啊，我的意识要非常清晰。我做到第四次的时候干什么？出收，对啊，回去练啊。然后完了之后，我们这里做一个动，大，对啊。我们这个靠啊，不是做躺身，做的是往后动，大。好，然后有一个含蓄的收，然后有一个抽，对，感觉是什么样啊？感觉这里是含蓄，哎，抽。然后你看，我们来先学脚吧啊。好，含蓄的时候是在这儿。好，然后跑动的时候，哒哒冲出去，然后冲出去之后是做勾，勾勾回来。对啊，看啊，在这里啊有个勾。好，含蓄，大大，勾啊，然后勾回来的时候，你看我的左手是正好在这儿，打勾，对，好，然后加个半脚尖啊。我们太慢，有的时候动作也不好做，稍微连贯起来一点，一。哒哒哦，这里还有一个手要画一圈，勾，对，勾的同时画一圈。好，勾的时候右脚给半脚尖，哒，对，然后勾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左手经过一圈环动，然后拉出去的时候，我的右手始终是点尖，没他的事情，动，落地。好，再一次，好，到这里，好，靠，走，跑，动，走，勾。落，挑，对啊，是什么？先勾落，然后有个挑，挑的时候，除了胳膊肘，还有我的右后背，对，要推一下，推。好，这个八拍再来一次啊。好，七打八收回来，一二走，画手勾落挑，好，再一次。好，第一个八拍啊，跳七打八收回来，好，二二三打打动打动七，好，第三个八拍往第三个八拍走，动啊，我们先不管节奏啊，这个八拍比较快。好，第一个动作啊，我们做过的，右脚踏，右屁股，右手和头，对吧？然后第二个动作，动，两只脚重心啊，双手开，好，然后第三个动作，动。啊，来，我两个手，一个屁股后面，腰后面，一个头上面，啊，然后甩袖甩下来，同时我的右脚要收，好，看一下这个动作啊，是收打转，啊，收打转是顺的吧，对吧？啊，然后没有半脚尖啊，收是蹲的，转是踩，对，没有，不用经过半脚尖啊，蹲打起，
对，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刚刚交到了这儿，然后收的时候抱头，但好转的时候看我的手啊，我转的时候左手从三点落，看三点在那儿。好，右手也从三点落。对啊，两个手切记啊，都是从三点落，落。OK， 好，我们刚刚学了四个动作，这四个动作一拍一个动作，非常的快啊。来，我们先慢着做啊，走，一打双手。蹲哒，喂，啊，两个手一定要经过从三点落下来的过程。好，再稍微加快一点点啊，一拍的动作，五六七，走，一走，二走，三走，四，好的，好，五的时候看啊，同样的动作，五，再出去，好，六啊，看这个六啊，感觉你的右肩膀这里，哼，拉了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再拉。对啊，就是把我们这个拉的过程，把它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拨回来啊，拨一点拨一点，然后最后拨一点的时候，嘟出去，分为三个点，一一哒，再来一次，走，一一哒，对啊，动动哒，好的，好，然后到了这里之后，我们不是到这里吗？屁股在右，对不对？好，出，好，拉的时候一点点拉，拉拉，好，撤脚拉。对啊，再一次啊，五六七走，小的小的出，好，再一次五六七走，小的小的出，好的，好，这个八拍就学完了，啊，前面四个动作一拍一个，后面就是五六七，啊，来八不动啊，五六七走，哒哒一，哒哒二，走，蹲，哒哒转，走，动，哒哒六。七八，好，没关系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我的右脚啊，先不动，就是肩膀，肩膀，肩膀和你的重心可以动一点。然后右脚撤的时候，左脚不动，站直左脚，对，你就顺了啊。用你膝盖蹲，蹲的，蹲的，直，可以吗？这是第二个八拍，啊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八拍。好，到了这里之后。对啊，直接倒下来啊，然后手指尖嗖，因为这是水袖嘛，甩下来，咦，好，然后保持这个姿态转，动动大，好，来再一次，不要转晕了啊，冲哪个方向转？冲二点，盖，先盖，冲二点，冲二点，冲二点，对了，非常好，身体盖回来，对四点。好，现在脚就是两只脚踩在地上，对，不要想哪个脚起，没有起脚，两个脚在地。好，对了四点之后，头冲二点做个躺，对，然后躺起，起来就再打一次。好，就是我的手臂啊，我的身体对了，手臂肯定是对的啊，手臂是对二点和我们的六点。躺身好，直接回来就往这儿甩，往我右脚的方向甩，然后眼睛看右手，对，然后这个动作连贯起来是这样的，一打一，啊，没有一二三，而是一二，对，只有两下，啊，把它做成一个开啊开，好，来我们这个八拍再来一次啊，看好我们前面到了这儿，好，先是盖一，然后二的时候就开始转，二三四。然后这里是五六七，这是第这个八拍的动作。再一次啊，前面是一个转，后半句是一个开 and 开啊，平上下的啊，你看平上下上下下在哪里？对啊，用旁腰就有了，平打上下。哦，对，好，来这个八拍再来一次啊。好，一的时候盖啊，一二三四，好，走，五六打七，对，然后我的重心看啊，重心有一点这个倒换啊，在里面，右脚的重心，左脚的重心，对，自然的，右脚左脚，对，然后你的手要回来啊，你的手要回来，手再快也要回来，好，往下个拉开走啊，右脚直接转回来，然后左手点肩，好，右手放在旁边，对，好，再一次，好，在这里啊，好，直接转回来，动，好，也是点肩，就是放前啊，不放旁，好，然后到这里啊，做一个这个撒，
好，撒的时候，你看，就是我说的这个劲，撒出去，对，把你的水袖碰一点点画圈，不要强调画圈，要强调撒的这一下。然后同时你的脚跟要颠一下，碰，对啊，咚咚咚撒，包括我的脚趾尖撒一点点，对，好，连贯啊。往下，我的右脚直接转过来，然后上步，左手落肩，右脚转过来上步，对，就换重心，换到了右脚落地啊，左脚虚点的一个旁点步。好，再一次啊，五六七，右脚上步走，一，啊，好的，好，第二个动作啊，撒，对，然后我们不要去画圆，想的是撒的这一下，对，然后我的手指尖撒。我的脚左脚也要撒，撒三个地方，对，然后我的这个主力脚右脚跟给一个颠，碰，对，可以不要跳起来，对，但是要给个颠，对啊，然后到这里是落哒哒撒哒哒画，对，好，画的动作其实我们前面做过了，对不对？都是做过的动作，只是连起来啊，还是要经过一个后前画到这儿，好，然后还是一样的动作转。好，转过来了啊，然后还是一样的动作，你熟悉的哒，对吧？都是见过的。好，然后小碎步哒哒哒。好，说一下这个姿态啊，我们前面的舞姿啊，提虎口，提虎口，然后我们做个转面，嗯，对，转面，然后呢，塌腰撅屁股，嗯，转过来，然后呢，对着前面看，我这个造型啊，不是这样子斜的，是正的。哎，然后完了之后有三道弯，然后我整个人的曲线是在哪里？是在这儿。对了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然后保持这个位置，立起半条肩来，快，小碎步，对，啊，一点点啊，在这个节拍里面就站了一点点，但是要倒起来这个小碎步啊，来一次啊，五六七这儿，动，大大小碎步，然后看我的头，下巴磕抬一点，好的，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一点稍微连起来来一下啊，不着急啊。五六七，好，走上步落肩，一二打三四，走五六打七，转过来，好，然后撤，二二打小碎步，好，然后把这句说完啊，五六打七，好，来，哎，已经对了啊，看啊，说我们的这个手胳膊肘手腕手指尖，对啊，提先提胳膊肘，然后右手做一个放。哒放，哒二哒哒，对，一共两次。然后我们这个脚比较有意思啊，我们这个脚做不好了，特别像那个脚被拐了啊。但是我们要做出灵巧，然后又有三道弯的质感啊。动啊，右脚上步的时候，左腿伸长，绷脚背往远往地上找，但是要提我的左胯，提左胯，对，然后走。提左胯两次啊，然后把它做的稍微灵巧一点，噔哒哒噔，好，然后我们的方向去找二点方向，对，好，就接着我们哪个后面，接着我们这个后面，灵巧的走过来，走胯哒哒胯，哎，漂亮，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两个八再连起来来一下啊，这两个八基本上是两拍一个动作，你想啊，我们是过来一二落肩，三四撒，五六盖手，七八转圈。二二画过来，对吧？三四小碎步，五六一个，七八一个，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平均，但是不停的。来一次啊，慢一点啊，五六七走，一二走，三四走，盖六大收回来，走二二，就是有过的动作啊，走三四走一个六大七。好的，好，来往下走啊，七八，来啊，这是稍微要看一下你脚踝的力量，这里要掐住一下，因为我们是半脚尖直落啊，起落，看到没有啊，半脚尖然后落的时候右腿直接蹲，左腿靠，对，然后这是什么动作，这是我们马上要走这个步伐，对，其实都是熟悉的动作，但是当熟悉的动作拼在一起，你的脑袋瓜要稍微记一下啊，动收，你看我的胳膊肘有个收，对吧？收，好，这是八，好，然后我们开始走步伐啊，七八，一二，来数一数啊，三四五，好，六的时候画手，六，对，画手的时候啊，其实这个动作也是有过的啊，屁股出去，然后手在这儿，好，六七八。
八是一个慢的，等于说我这里是快的啊，这里是五六七走快的，咚咚咚咚咚，慢慢慢，对，六七八做慢的，前面就是做往斜线的一个步伐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这个八拍从这里来，七八啊，来准备五六做一个七八走啊，别急啊，走，一打二打三四。五六七八，你看我的脚步应该是正好的啊。五六七八，对不对？五的时候是左脚，五六七八顶胯啊，再一次啊，这里啊，五六七八，好，加油啊！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八拍，四个动作，两拍一个动作，一二，对啊，我们把胯从右提，然后做踏。同时手放下，对啊，再来一次，一二，好，三四的时候，三四其实也是做过的动作，只是从右手换到了左手，对吗？左手左屁股左脚头往左边，三四，好，五六转身的时候手收回到这儿，右手出五六，好，这是手的动作啊，五六，好，然后只不过我们把人右脚并左脚转过来，五六抽条，对，抽了一个长长的条，好，七八的时候落，七八，对啊，这个七八落的稍微比较斯文一点啊，就感觉嗲嗲的，然后手放在腿上，右手落在肩上，对，然后我人的呼吸是拎哒哒落 ，OK， 这个八一共四个动作，刚刚教完了，然后两拍一个动作，再一次啊，我们从走完路，抹哒哒走，一。啊，然后你看，再低一点，我比你高吧？走，二，啊，走，立高，三，二，走，落下去，四二，好，不落在这儿，落肩。好，这两个八我们稍微完整来一次。好，我们两个两个八过啊，从就是这个动作开始啊，五六走，七打八走，一二三四五。六七八，一个二走，两个走，三个走落，好的，好，然后往下两个八啊，来，我们先回来一点，往下两个八是什么感觉啊？走哒哒走哒走哒哒，对，其实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再注意一点，不要去强调什么，不要去强调身体的转面啊，不要做成就是身体，这个就多了。啊，我要小小的，刚刚好的，掌握一下那个度啊。然后我们的脚慢一点说啊，到了这里之后啊，是小碎步，退，用哪里带？用我的尾椎这个尖儿带啊，像有个小尾巴一样。然后我的手也是做个推啊，然后小碎步，哒哒哒，好。然后落脚的时候，左脚出，然后顶胯的时候，把你的左肩收回来一点点，但是不要什么过分啊，一点点。好，再来一个小碎步停，小碎步停。好，来回来一下啊，我们一共做两次，来一次啊，五六七放在腿上，来正的，对，这前面一个八的结束动作。好，这里走，哒哒哒三四，哒哒三，非常好，好一个八拍动作。好，下面啊看跳。对啊，把你的左脚两只手哈、啊，全部经过一个小颠步撒出去，对啊，跳收啊，我的呼吸是散的收住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撑住，用的是一个抹啊，我的手像个八卦一样抹下来，然后我的脚起来勾起来，对，撑住。好，下面一个动作啊，看我的手，换手抹，对啊，大大大。对，手就是旁边的，对，然后把这个动作放到反面，正面的，好，背身旁点，反面的，好，再一次，好，回来啊，跳收抹大抹啊，我的脚对的啊，你是对的，再说一遍啊，跳并抹蹲右左反面OK， 加手再来一次，五六七走，一二打三四五六，可以吗？好，七的时候右脚并，
右脚并，然后手落下来，七八甩出去。对，七八是个连贯动作，三。好，然后这个甩出去的舞姿啊，我们是太阳穴屁股，然后头是打开的，对，然后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是往前冲舔的，然后屁股是撅的，但是可爱的。好，这是七八，好，这个八拍就连贯起来了。来，来一次啊，五，从这里开始啊，六，七，走，动，二，打，三，走，抹，好，右脚并，走，大，后，对啊，有一个什么，我这个手不是这么出去，我的手是这么出去。对，我是甩袖的感觉，甩。好，来，再下一个八啊，顶胯。你看啊，我们刚刚是太阳穴屁股在这里，对吗？然后是蹲的，然后顶胯的时候，脚勾，对，再一次顶胯脚勾，然后我的身体呢，从前舔到往回，头回来，下巴可收，哎，一个相反的，只要你这里不错。你下面肯定是对的，好，直接往前顶啊！然后我说手，手做一个这个。对啊，我们的左手下沉，右手虎口托起来，对，像那个雨刮器一样，哎，交换，交换，对，交换。好，再看我加了一点什么？交换，对了，加一点身体，啊、嗯，交换，好 ，OK， 加上脚来一次，哒，好，走，交换，大家注意左手直到平。好，落脚三，好的，来啊，我们这个八看一下啊，七八，然后顶胯，动大大动大，好，然后左脚上步做转，转一圈，好，快结束喽，然后左脚上步往七点方向，用你的后背去趟，像云间转腰一样，对，但是手不要打开啊，手只是做随动，动大并。好，并回来的时候，我身体应该对八点。好，再一个，踏。好，踏的时候把手摊开去找二点。好，然后还是用你的腰会推回来，这里推回来啊，推回来盖。好，同时经过一个踏弹，转过来。对，然后注意啊，看我的手别这样。哦，别把这个肩膀扣过来。然后我要做一个什么踏，然后留右旁腰，留右旁腰。对，然后手可以起来一点，不用贴在腿边，手可以起来一点。这个是小的翻开，好，这个稍微起来一点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，哒哒。对，这几拍要什么感觉啊？就是我们讲风中摇，它还是风中的那个感觉，因为是用腰带的嘛。但是这几个这个风啊来的有点凶，会把你什么吹起来，哒动再吹起来。对，不是威风，相比脚前面。好，来，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地方，再来一次啊。好，走，顶胯，直腿靠，好，上步甩，好，左脚上步，手落下，转过来，好，风起了，走，一二打三，走，五六打七，走啊，左手没动走啊，就放在这儿，好，上步，哼，停住。好，这个整个舞蹈啊，舞蹈到这儿音乐已经停了，可是它后面大概相隔半拍，它有个噔啊，一个下去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下去一起说完，然后再在前面顺一下，双手画，拎，好，再一次，双手画，好，然后呢，移重心，哒，好看我的右手，对，撑住，左手靠，提起来，眼睛看右斜下，好，同样动作下地，画。好，画的时候啊，看我的腿，脚背放，对，重心现在在哪里？在左边，一定在左边啊。我们当我们膝盖碰到地了，我们再把重心移过去，贴着地推过去，就不会受伤。你要是还没有落下来，你就往那边倒，你是一定会磕着膝盖或脚背的。但是如果我什么，我只要落地了，我贴着地再过去，我是不会受伤的。看起来很猛，其实并没有什么。好，然后过去之后啊，右手贴着地，对，然后左手提起来，好，这时候我的左腿去做修饰，把脚伸出去一点，对，然后膝盖冲前，别打开啊，在这儿关的，嗡，把身体拉开，就结束的这个造型，在这个位置上。OK， 好，这个动作一拍到位啊，动，上，啊，经过下，抹到这儿，好，我们把最后一点点再数节奏捋一下啊。五六七八，一顶胯，一二大
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打三，四走踏打打转打一，然后当打一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第五部分的分解教学，下面我给大家背面做一次示范。五六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开，六打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打七八，一二打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走，五。